大家好，又是阿Joe Joe Channel 为大家报道一下，过去14日史家堡那个地产的销售情况。咁啊，首不先咧，我睇睇嗰个统计学先。咁啊，平均叫价102万，平均售价咧113万，咁啊，售价仍然系高出叫价嘅，高出7%，即系如果咁样睇咧，仍然系一个卖家市场喎，都未去到卖家市场喎。平均 day on market 咧系14日，如果睇呢两个参数咧，都唔错嘅喎，即系仲系个价钱啊硬正嘅喎。咁啊，第一间卖得最平嘅一间就叫价88万9，咁咧就卖咗95万。咁呢间屋咧系一间半栋林屋，咁位于咧 Alexmere 同埋 Bimley 啊，咁啊土库完成，有两个厨房。咁呢间屋咧，淨係個土庫都可以幫佢揾翻2000多元租嘅，所以咧，咁啊，亦有人辭官歸故里，有人啊漏夜趕科場。咁啊，以前呢啲屋咧成日過100万嘅，而家95万有交易啦。咁啊，同埋個土庫可以幫佢供樓啊嘛，供2000-3000樓啊，隨時都得。好啦，咁啊，麻烦你订阅啦。咁我会定期咧讲一讲咧地产情况。虽然而家真系非常之惨淡啊，嗰个经济啊。咁啊，其实咧，即系好似一年四季咁样，有春夏嘅温暖咧，亦都要有秋冬嘅严寒噶。咁啊，一个自然调整嚟嘅啫。好啦，睇下獨立屋最平嘅一間喺Camo Shelter， 即係邊度咧 ？Birchman 加 Shepherd Walmart 嗰附近啊，即係 Kennedy Walmart 附近。咁呢間咧就12日就賣咗啦，上市98万，就用96万嘅代價賣咗一間獨立平房屋，哇，其實都相當抵喎。因為點解咧？呢啲又係以前120万嘅貨色，而家90多万立到咯喎！好啦，多謝收睇，你記得訂閱啊！